啊，你有没有用什么？就沾水就好了。沾水就好了。对，啊，用力擦。这个都要用力擦。你以后如果常清洁就不用了，你现在太久没清了。趁他现在这样还救得了黄花球。我是讲恁都还没施工料，我是讲做料再来做该清。不阿斗，这个每天都要，就是你有在用有滴水就都要清了。哦，这样以后就知道了。哦，像这个，它现在上面有水垢，就是因为它这个就上面都有垫镀铬，所以它很表壳都很硬。我是讲恁来，趁后施工完结束后，我们就大扫除。那个大扫除跟这个大扫除不一样啊！你这个你这个有在用的，每天就要用啊。这个因为现在手上没有那个干布，用卫生纸擦就好。那你擦就很干净。你这个每天都要保养。OK。像那个饭店，它可以一直看起来很新啊，很漂亮。但是每天都有在擦啊。不会说擦太远。